高级改一波。广告歌又来了，戴普特跟 Mako 双排，对，完美，这把赌不赌？这把赌什么？我怕输了要给200，要吃屎。3个人头，哇，4个人头，1:7，不是吧？这把为什么这么惨啊？
兄弟们，你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。
阿伟已经死咗，你跳个埋偶像全 Queen 我攞。可惜直接结束了，根本没有结束的机会。这把结束的有点快啊。阿伟，这一局又拍到了吗？